此似乎对应真，若断此案，休破心伤。下。快快有请，有请大人，本王母亲自来了，先王驾到，包臣大礼恭迎。不孝，先王怒气冲冲，想必是为那瞎婆一案而来。正是为瞎婆一案而来，我来问你，此案可曾查清？尚未查清。可曾断明？尚未断明。你可知晓那真人陈林依然被害了？方闻噩耗，几分难平，几分难平。哼，似你这样不慌不忙慢条斯理，只怕知情人将被杀绝，蒙冤者彻头无理也。此案祸首非同常人，他身在皇城，誓言喧天，包臣欲破此案，只恐有心而无力。大人素有忠良之义，贤臣之名，焉能忘危难而屈辱，欲畏途而退避？你岂不是空走开封府，王臣包青天？先王之言，莫非责怪包臣无能？为什么怪你无能？实是你当为而不为。当为而不为者，并非包臣。是哪个？就是先王。将先王龙此案事关社稷，祸及宫廷，盘根错节，颇是我命理。知情人多遭残害，蒙冤者方案无力也。先王身为贵胄，皇家之亲，宗庙之师，尽在胸臆。对那案发始末，瞎婆来历，宫廷争斗，后果前因，当时一清二楚，了若指掌。然十余年来，却是沉默不言，缄口不语，闭门不吃消沉利息。如此行事，岂非当断而不断，当非而不快？先爷呀，先爷！
一归，来啊！
问大人，你娘娘现在何处？现在好呀，只是她受尽磨难，双眼哭瞎。先帮但放宽心，包拯请来良医，依然治好了她的双眼。怎么，她的双眼依然不明了？正是。好，好，快快请吃，容我拜阿姐。皇朝马恨有，有请李娘娘，有请李娘娘。行迹可疑，我把他带进府衙问话，他说有要事要求见大人。小小女子有何要事？他不肯多讲，只说跟宣德楼一案有关。此事请求带他进来。是。做的就是我家大人，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。小女子有机密大事向包大人单独告禀。堂上坐的并无闲人，你只管将来。既然大人不便，小女子暂且告退。起码这一女子你请前来。
令写书为铁证，昭雪平冤，陈冤兄。李大人内廷钦差袁绍公总管吴怀前来传旨。陈某，吴怀前来传旨。正是。他来得好，当今拜大败萧燕，我要与郭从宽开怀痛饮。杀人之意，有道是寻常之路寻常过，非常之道非常心。
新老相爱一桩的。有这事儿？有，有吗？这是什么声音？这就是鬼哭神嚎。这厅堂里为何不多点点灯？三更天了，是时候了。过过过，我家大人要升堂审阴案了，小的我得去伺候着。哎，我得去伺候。你可别走！哎，少太，你可别走，你可别走啊！哎呀，我怕呀！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什么伤天害理之事，还不从实招来？十八年前，玉成功，我什么都记不得了。得中了官府，我折了阳寿二十年，国华
在天庭。闪我昭昭神鬼间，冤冤相报理当斩。若想再活二十载，招苦认罪大堂前。你是怎样陷害李氏娘娘，误他产下妖孽？妖孽乃是活物，乃是剥了皮的狸猫。怎么讲？剥了皮的狸猫。当堂打下什么错印？报告。快，你抬一头，官坛。哎，好，这是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状在此，你还有活言？答对，包回答。你这是刑讯逼供，别得意的太早了。太后终究还是太后。再压下去，哎，再去干什么？哎，哎，包回答，包回答。你大人任守恭天海串吃。劫持！劫持！圣旨下跪，请宣读。万岁有旨，开封府尹包拯审案不力，因循误事，不力立刻将人犯送进宫内，请皇太后亲自量刑发落。包大人，你不至于抗旨不遵吧？万万岁。公公，容包拯上前面君，再送不齐。你敢违抗圣命吗？止口。包卿何曾抗旨，哀家适当去。娘娘，世间战战为阔气，骨瘦相。
句终有期，我得一岁心头勇，何惧生死在半心。走，娘娘，这不是眼睁睁看着我妈往火坑里跳吗？这大宋朝难道就没有尊礼公道了吗？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和我妈回到破瓦寒窑，破瓦再旧，寒窑再冷，也比那皇宫内院多几分人情温暖。我范中华就是沿街乞讨，四乡要饭，也要伺候他老人家一辈子。
物是人非，光阴不在，时时可叹可感。十一年东躲西藏，总不是个滋味儿。十一年机关用尽，你也未必称心如意。我看今儿个咱俩的恩恩怨怨也该有个了结了。昨晚皇上把审理这桩挠头案的差事交给我了，哀家该怎么个审理，怎么个断案，全得看你是怎么个选择呢？身为囚犯，还能奢望什么？若肯便是前前化解旧怨，我便奏明皇上，颁下赦令，敕封你为皇太妃，从此安居离宫，尽享富贵。若是不肯化解旧怨，那扣住陈琳的下场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你到底要怎样？叫你从此不提那桩有损先皇威名的往事，从此打消叛子雄子的非分之念。怎么，你要我从今以后断绝母子情缘？不错，今上可抛银海阔气，身为人母，唯有这骨肉亲情，我是断难抛弃呀。
后因何长叹？只为宣德楼一事。此事相依非难了。那包拯审案不力，你这案犯气焰嚣张，为娘把他带回宫来亲自审问，不想他恶言辱骂为娘不算，还破口大骂皇上。韩大奉婆竟敢如此，母后怎样发落？如此疯婆就是凌迟活寡也不为过，但这道杀人的指令还要皇上亲自颁布。这个启禀万岁，包拯郭槐进宫奏旨，此案已有太后亲审，还要他二人府邸什么旨？奴婢也是这么说，可包拯言道此案非同一般，他与郭总管已然查明案由，可来金殿面君。既然如此，就宣他二人到仁寿宫中复旨。官旨回来。是郭槐和包拯两个人一块来的吗？正是。那就叫他们俩一块进宫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包拯郭槐仁寿宫见下呀。臣子。
两位忠英亲，一一大无大，启奏万岁，臣已查明，不怀之罪，已宣得了一案，今相官殿。小小虾婆犯禁，怎会牵连内廷总管？分明夸大其词。无后且无交杂，但听包拯详奏。龙草十八年前，一臣宫中李时臣妃产下一子，谁料遭人陷害，出生婴儿竟被唤作剥皮狸猫。臣妃大日冷宫，幸得宫人搭救，逃出皇城，直至金川元宵，才得回到汴梁。啊，万岁，你道他是何人？他是何人？他就是宣德楼前的虾婆。哦，那虾婆就是当年的陈飞吗？正是。何以见得虾婆就是陈飞，陈飞就是虾婆呢？他怀中带有先皇所赐的金枝，万岁，请看。上来。哦，果然是李氏臣妃，如此大案，不知是何人所为。真凶主犯不是别人，他是哪个？就是郭怀。一直打开冤孽账，出战至今未清偿，一直孤芳凭真相，郭怀罪责难掩藏。什么？这是诬陷，这是胡说。若是不信，当堂查验。
唱饮我来死。起犯罪，手无足印，件件是真。不还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哎呀，万岁呀、啊！这手摸足印虽然不假，可那可是屈打成招，逼供所致。屈打成招，他逼供所致。包拯，你怎敢刑讯拷打三公主官？微臣受命审案，以礼行刑，从真打他，有何？那可好，万岁！您听听，您听听，他要是不打我，我能鞠躬吗？他什么刑具都用上了，打的我是哎呦哎呦！看他如此疼痛，定然伤势沉重，就请万岁当堂验伤。好，当堂验伤。啊啊身上没伤，哼，万岁，我怀官丧，逆天皇，吃饭吃荒唐，欺瞒神君，不自量也道林路行早，我心下刀身插袍。陈元兄重获手，陈清是非洗洗了陈元，君臣同心力胆朝我高。
是金银尘冤，就该问你是娘娘高雪平冤。是啊，金银尘冤里登昭雪，我看这么着，请皇上拟旨一道，敕封他为陈太妃，着令有司建造离宫一座，让他舒舒服服安享暮年，你看可好啊？不后此意甚好。那就这么结案吧。万岁，以臣之见，能让陈妃娘娘安享暮年者，唯有一件，哪一件？准他母子团聚，国热重双。天意之言，那臣妃之子还活在人世吗？他还活在人间。我说，那李妃所生之子早就被丢进玉河，死于非命啊！此事母后如何知晓？是啊，太后既被蒙骗，你是怎样知晓？甭管我怎么知晓，反正他是死了，再也活不过来了，你们也别再提他了。确实为何？家言此事与万岁息息相关。包拯，你说出此话就不要脑袋了吗？为了大宋江山，包拯活地绝交。包拯当年北海的烟海他是活人，他就是巨龙刀啊，单大宝，君临天下，只谈江山事。
是先皇坐得住，先皇定的案，你们谁敢说一声不？如今硬要把那八辈子的陈年老账都得翻，小心呐、啊，皇上，小心你也一脚踩进那永难自拔的泥潭漩涡。皇上，好自为之吧。草率，莫若从长计议，留待日后再讲。什么？从长计议？从长计议，日后再讲。日后再讲。难道你是娘娘，你是八载臣啊？皇的尊严，社稷的安稳，早是天下的平静。矫正如何处置？如何处置啊？万岁，你此言
快快参去我那亲生的皇女。周请奉命，恭请太后娘娘上阁thank you。
十八年沉冤，终于昭雪。郭槐命丧虎头铡下，刘太后白绫自缢，宫里正义终于回归。盖世功勋，当属成人取义的勇士，舍身殉道的英烈。